爱睡觉的那个，告诉他们这是什么。我李追风为神州开疆扩土，世人称我为君神。李追风就好比这羊眼睛，以我为饵，要杀满你与韦国城门，联合神州主力，合而击之，永除神州后患。用兵之道，心。记住，以后每天十万。韦国城，十万杀满围城，十万。面对的是十万杀满，你没机会的。我是军人，我没得选。给我荡平北坡城！是谁？穿着你爹的衣服，当然是你。